小丹来，无开啊，来切去啦，开去啊，杀顶关啦，啊，给你一个机会，重新再来一次，啊，咱这麦克风哦，那边开的是爱往上面推哈、哦，安尼就对啊，推到紧绷就对啊，这是最新的麦克风啊、哦。自己无听的款，啊，我电话稍等下吼。啊，你啊，你麦克风是啥？我都唔开去啊。喂喂，啊，都有啊。无啊。来来来。我全部无声。嘿，啊，无声你无听的，哦，来来来。有啦，啊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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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过的彼边，故乡的山，斗着阿母念故乡，真孤单。虽然我来自远，每日啊想着阿母的形。掌声鼓励鼓励啊！多谢你的参加。啊，咱继续要来请第七号，陈美女，陈美女，陈美女，伊要为咱带来一首国语歌曲《黑玫瑰》。掌声鼓励鼓励。啊，啊，你哦，台语的哦，台语的黄玫瑰。好，大声给鼓励起来，谢谢。谢谢。
这么的无情无义来反背，沦沦落下。来请第八回林奇曼先生，伊要为咱带来一首国语歌曲《三南三北走一回》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
谢谢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林基班哈，咱即马先来向各位宣布一项代志，头拄也袂记交代，就是咱今仔日所有参赛的即个参赛者，每一个拢有纪念品一份，结果呢，即个纪念品伫迄边也袂送过来，即马即临时会送过来，紧叫纪念品吼送过来。恁若是头拄啊唱完的吼，稍等下会摕下面互恁吼。还有录影带，就是演唱的这个实况个人的录影带。恁唱完第二遍吼，顶下诶加一个，恁就会使来领，然后伫遐都有啊吼。有诶还袂去领录影带，恁去摕录影带吼。咱继续要来请第九号的张惠炎老先生，伊要来为咱唱一首台语歌曲《乌冬鸟》。张惠炎先生吼，82岁。是今仔日咱参赛内底最侪岁吼，上侪岁82岁，大家掌声给鼓励一下，来，谢谢。谢谢张惠炎老先生，感谢你。咱朱秀江准备的一份这个纪念品来赠送你吼，预祝你会当入围。咱头拄啊有唱过，还袂摕纪念品的吼，稍等下会叫人摕去，互恁下面吼。后面咱即马有一挂这个好朋友吼，拜托恁椅啊吼，椅啊甲留开吼。对后壁沿落去，有一挂人无通坐吼，唔免徛掉遐椅啊，咱还佫准备真侪滴个，啊，免客气椅啊吼，散开下，朱秀江的这个会员，请大家帮忙者后壁迄个椅啊，佫加留一挂吼。咱继续来请第十号的叶串金雀律师，要为咱唱一首《相逢是离别的开始》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
谢谢，谢谢啊！掌声哦，鼓励鼓励啊！第一只要来补充，感谢咱成功国中，校长王林军校长吼，啊加潘世昌老师在这边的这个歌唱比赛当中，审判的老师啊，受到王校长跟潘老师的这个极力推荐及联络，啊，才有通得到咱这个专庭啊。高位的评审老师都是优秀的音乐家、作曲家、钢琴家，有的有四位是留美的硕士啊。第一家王校长哈啊，第一家现场，但是已经客气哈，他不露面啦。哦，我第一家个感谢代表阮主修工全体这个委员，甲你感谢，也甲潘老师感谢，谢谢谢谢。啊，继续啊，第一家先介绍两台第一这个。音响的顶头的这两台哦，就是点将家企业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啊多媒体功能点将家啊伴唱机啊，就是这个电视台啊，达工啊，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广告一遍，空腔啊，第一广告一台搞定。台北市啊，加这个所有的公车啊，加台北客运哦，伫个北斗边个车，北斗边拢全有空腔某一台即个电将家伫个遐咧做广告的啊，最新型的、最好用的、最有效果的即个电将家，要作为咱这次歌唱比赛的即个冠军的奖品。电将家啊，企业公司也派人伫个咱即个舞台后面，现在要做现场展示。AM 吼啊，遐有即个大荧幕的即个转播，以及电将家的即个机器的展示，各位。咱善男信女，我阿上我以上出名隔壁对歌唱有兴趣，啊，有需要加添这个伴唱机的，啊，咱不妨啊，啊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请大家告诉隔壁出名隔壁 AM 来参观一下，哦，啊，这个第一家介伊吼订购可能有较俗，我是唔知影啦，可能有较俗，啊，机会难得，啊，第一家也感谢点将家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朱修江这次的赞助。啊，继续要来请第十一号的吴阿勇律师，伊要为咱带来一首台语歌曲《春夏秋冬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